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啊，吓到。接下来介绍这个又是高雄在地人，那他台语应该也很厉害，等一下来考他看看他。最重要是他的歌声真是美啊，温，他我觉得他可以让温暖人心。所以啊，咱高雄在地的歌手，咱马上跟大声热烈掌声欢迎梁文音。表演很开心吧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依照惯例要问，那你是住倒位的？倒位啊，我听无。哦，你住哪里的？你住高雄？你住哪里？我住高雄茂林区。哦，有没有茂林的？好，哎呀，有。要下山来可能会比较困难。对对对，哈，从山上下来，怎么样？这过年过得开心吗？好开心，我都在高雄过。哎，那有变胖了吗？对对，高雄其实怎么没有没有？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怎么可以碰到女生？变胖了，你看起来没意思。他是一直瘦不下来。喂，补一下。好了，拜个晚年，来跟大家拜个年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过年你们有玩了什么吗？在高雄放假的时候，我回到部落回到部落，因为其实两年没有回家两年没有回部落过年了。所以今年我觉得很特别，是我发片了，可是还是有时间公司让我回家过年。哦，好棒啊，贴心。团圆饭然后跟家里人相处，是喝蛮多的了，喝很多哦。这个很多原住民的朋友酒量都非常的好，现在还有酒味就对了。哎呦，难怪对，刚刚想说台上怎么一天一阵酒味，原来就是。怎么可以在后台喝酒呢？你像吗？我没够，应该是说要招待很多家里
的客人，是是是，因为很久没回家，很多老人家会想念呐、啊，对、啊，然后就会看看你啊，抱抱你，哦、然后就要扫地拖地在家里。是，而且我觉得她应该是很会那种塞奶的小女生，很多人都会好爱你，对不 对, 对, 对？像你塞奶，我就不会给红包。哎，干嘛这样？是穿螃蟹脚的那个鞋子，我现在有意见呢、哎。但是重点就是说，过年大家就是要开开心心，对、啊，新的一年才会快乐、嗯。然后开工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场面。今天算你过年开工吗？对，好、哦，也是一样，蛇年第一个表演献给你们啦。去那边来逛逛小吃摊有没有？这边好好玩呢、欸。那、我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很常来，是念书的时候啊，是，然后来爱河啊、嗯，然后到高雄很多的地方，因为我所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高雄，真的哦，而且这里地灵人杰啊，空气啊或天气都非常的清爽，高铁一路上一直拖啊，哎，穿很多，然后下次你位置旁边留给我，我想看你一直拖，是会拖到什么程度？哎呦，高铁也是恒温的啦，你的高铁里面还有温度，你拜托，你丢高。高雄天气好，反正我觉得大家只要一回家乡就开心，就开心，就多唱一首歌。所以接下来还有八首歌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好想哦。八首歌我怕大家累了，八首 OK 吗？八首 OK 吗 ？OK。这些人好贪心的，在那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请他多唱个几首了。好哎，你过年哎，那你过年有没有买乐透？嗯、人家有送哎、欸啊，真的，红包想到中吗？想到是乐透我就难过，啊、对不对？有人买个过年加码大红包吗？有没有？每天加开100组100万，有中奖的举手。中也不要跟你说啊，我只能默默，太危险了，不要讲啊。他们都好聪明，我中有了，我中了1亿啊！立刻去卖照。我中3亿，我爸爸一共啊。好了，把舞台再交给他，我们去后面对乐透。好的，再次欢迎梁文音， yeah, 谢谢。因为发行了新专辑，所以最近在打的一首歌曲，大家应该有听过，叫《爱是什么》。